这次冬运会的表现，东道主的李子君格外的抢眼，而且你会发现他在冰上的状态啊，还有他的笑容啊，真的有点像前世界冠军浅田真央。东道主选手来自长春的李子君表演结束，难怪这次呢，在这个
比赛的现场有很多业内人士要祝贺陈露，说陈露啊，你后继有人了。啊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我觉得这个李子君这个小姑娘呢，当你看她比赛的时候，你真的这个感觉不到她有那么紧张哈，非常松弛，而且很有灵气，所以这个就是她的这种特质。也这个小姑娘非常争气啊，顶住了压力，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完成了三套非常完美的节目，来回馈长春的父老乡亲。对她，你别看她姑娘小，姑娘小，这次她很有号召力，很多观众都是冲着李子君来看花样滑冰的比赛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李子君其实跟我的成长经历也是非常相似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一块冰场成长起来的运动员。那么他还在三四岁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开始练习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发现说，这个小姑娘不错哈，长得像个小瓷娃娃一样，非常可爱，而且滑起冰来非常有灵气。对，他这次冬运会的节目，特别是短节目和自由滑，这样的表现拿到国际赛场参加成年组的比赛，都可以获得很好的名次。对对对，非常不错。他的表演特别赏心悦目，你不用担心，不用那种揪着心的看。对，你看他比赛，你觉得很轻松。对，这个往往就是好像给你一种错觉，他只是在表演，好像没有那种比赛的那种压力哈，那好像在他身上感觉不到。所以说艺高人胆大，选手在场上的表演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心旷神怡，就是因为他有很扎实的这个技术的能力摆在那，对对，你才有功夫去展示你的表演。对，而且这个孩子他的这种比赛能力也是非常强的，基本上在比赛当中他能够把他的这个最佳状态发挥出来，其实这个也是一名优秀运动员需要具备的素质。对，比赛型的选手。对，他已经获得了前面两块的女单的金牌了，对，以绝对的实力。对，虽然分还没有打出来，但是我想金牌悬念已经没有不大了。对，这个我们要祝贺李子君。好，来看她的自由滑技术分。技术分高达68.36，以大比分的差距把其他选手这个远远的甩在身后，秒杀，最后拿到了金牌。这也是他在本次的冬运会花样滑冰比赛当中一个人包揽了三块金牌，祝贺他，祝贺，也祝贺我们长春的所有人。对，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花样滑冰女单自由滑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，获得金牌的是东道主选手长春代表队的李子君，获得亚军的是哈尔滨代表队的张可欣，同样来自于哈尔滨的赵子权是获得了第三名，齐齐哈尔选手耿冰娃因为在自由滑跳跃当中的失误，最终是排名第四位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女单自由滑就为您转播到这儿，是由陈露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，观众朋友再见，再见。